猴子猛都能一直，对啊，猴子还可以一直换女朋友，真是很好我怎么都交不到男朋友？你们都不来找我，就交不到男朋友啦。而且哦，对，我看山道猴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我以为那些就是会去山道上面，人都会骑一些那种，就是，不，他们那什么，哦，就是他们也会骑塑胶车去，进站。进站在那，我就是哈，可是我以为他们都会骑重机耶，结果不是。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厉害耶，就是骑车骑一骑就可以直接骑到女生身上。因为我被恭维了，我真的是停不下来，我这个嘴巴真的是罪孽深重，尬掐。最近来家家，最近来家家，不管伊警察咧咩啊，不管伊白布咧吗？只要我一面吹落，无人会当到我。上紧上怕上大。山洞女神好骑吗？不知道，没骑过，你要骑骑看吗？证件哦，好啊，你可以看啊，我有，不对，我没有驾照。我没有驾照，警察先生，还是我给你看一下啊，你可以放我一马吗？你看你要看什么？我们这边有很多 F 奶仔仔，看你想要哪一个，我都可以让你看。